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觉得特别好用，也是我最近一直在用的眼霜，就是这一款兰蔻的精纯眼霜。你像我是干皮，然后我又非常爱笑，平时有时候睡得也比较晚，然后化妆啊、卸妆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牵扯到这个眼周的肌肤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其实这块肌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，所以就让我长了一些细纹。那这一款精纯眼霜呢，就是人称细纹杀手啊！我第一次用的时候，我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，真的有被它惊艳到。来看看它质地是这样的，用了段时间有点坑坑洼洼，有点难看。它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用的感受非常的好，因为它一抹开，它就直接化开了，不像有一些眼霜特别难推开。然后呢，它也很好的吸收，吸收也好，然后滋润度也非常的高，我觉得这款眼霜应该是，我用过的所有的眼霜中的滋润持久度应该是最久的一款了，然后也不容易让我长脂肪粒，我用了一段时候，也的确觉得我这个底下的一些细纹就真的变淡了。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它的成分。那其实像我这个年龄段的话，我会比较关注它有没有新生的这个功效。那像这款眼霜呢，因为里面含有非常珍贵的玫瑰精粹和玻色因，那这些成分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胶原蛋白的形成，让我们的肌肤变得更加的紧实和饱满，所以呢，就想推荐给你们啊。那这款眼霜呢，其实也一直在我的回购单中，因为它非常的好用，用的也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滋润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兰蔻的精纯眼霜，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小红书。